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小编要来跟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方哲餐桌。前一阵子小编有介绍了另一款我们经典很热销的餐桌的这一支影片。那方哲餐桌呢，跟我们的上一次介绍的那张餐桌最大的不同，其实是在于很多的客人有跟我们反映，其实他们很喜欢柚木的纹路跟颜色，但是我们原本的那张餐桌呢，桌面厚度太厚了，看起来整张桌子太厚重。那加上前一阵子很流行简约的北欧风，所以我们才开发出了这一款比较简约的我们的方哲餐桌。那方哲餐桌的桌面，它是使用3公分的柚木桌板，比较有特色的地方就在于它的桌角并不是做直视的，它是做斜斜的，所以我们从视觉上面从侧边看的时候呢，在桌角的时候你不会觉得它的桌角这么的粗这么的厚重，所以看起来的时候是纤细的，很搭配现在适合的北欧风的家庭。它的售价也比较适合现在小资族可以接受的价格区间，所以最近如果有在装潢新家新成家，而且也喜欢北欧风格的朋友们，请不要错过这一张，可以到我们的分店来，可以实际的来触摸一下我们的方哲餐桌。它保留了所有的原木质感跟原木的颜色，但是它去无存清，让那么厚重的感觉没有，变成是比较年轻比较时尚的一些风格。那我们的东山店、内湖店跟文昌店全部都有这些库存，都可以实际来触摸。那我们下次影片再见，大家拜拜。